Singer-actress Charlene Choi was here for the opening of a new casual wear store at Tampines One, much to the delight of her ardent fans. And their recent favorite song of hers is the duet she did with local singer JJ Lin last year. Looking at their lovey-dovey ways in the music video and how JJ always beams when talking about her, we can't help but ask, is there a possibility of romance between the two? Razor Pop finds out. 我也很喜欢小九这首歌，我昨天来新加坡。 因为我很早就到了嘛，然后晚上又去唱KTV啊，然后新加坡的朋友都一直在点唱小酒窝，我唱了很多次啊，就希望，因为新加坡是JJ的地盘啊，就很想在他地盘跟他唱一次。那你跟JJ有没有联络啊？最近就比较少。 之前他有请过我去他的演唱会当嘉宾，在北京的演唱会，但是那时间因为最近真的好忙，对啊，就没办法，就觉得很可惜。但是JJ每次跟他聊的时候，谈到你，他都会就是笑不拢嘴啊，像腾云这样。是吗？对。那如果他大胆的跟你追求的话，你会考虑吗？没想过，就觉得跟他。 就是朋友啊，对，然后觉得他好可爱。我每一次看到他笑，因为他酒窝都很深嘛，我就会很想捏他的脸，<笑>就觉得他好可爱，又眼睛小小的。嗯，我从来没有走过玉女的路线，<笑>不行了，玉女，没有啦，我只是觉得有时候啊，不是你自己想要改变。 有时候样子啊，还有打扮啊，是随着你的，除了年龄以外，是随着你的经历啊而改变，尤其是样子。对啊，我其实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很年轻啊，但是比起以前刚出道，这已经变了很多。对，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可能就是一个人的经历吧。嗯，电影方面啊，就。 希望可以有多一点不一样的角色咯，是像设计之类的，像比较弱或者有床戏那种。其实我很想演那种反派的角色，但从来没有演过啊。以前都是演那种小女生啊，可爱啊，有时候又小男生啊的角色，有试过演人家老婆啦，但是。 也还是差不多的感觉，对啊，就可能反拍会比较不一样吧。如果要你大胆的裸露或者有丑的，哦，这我不行，应该没观众想看吧。<笑>丑的有演过啊，丑的我也有，对，情点大圣，对，精神病的也有演过。 就看那个尺度在有多少多大咯，对啊，如果要露点的我不行，对啊，<笑>这不是不行了，是我根本没办法。<笑>